英图万多国语言者，成员们沟通交流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好玩的事？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经常我们就是在交流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就是类似于力丸的一些中文词啊，一些其他语言的词的时候，力丸就啊力丸，就会这样子以为我们在提它，这个时候很可爱，会显得。